梁國雄議員，主席，咁當然係啦，辛苦揾來自在食。咁我喺度宣告，即使林鄭月娥唔聽我講，我都唔會傳召佢嚟啦。喂，免得各位食飯嘅時候咧，真係好辛苦。嗱，佢有冇咁嘅惻隱之心咧？我就認為冇。講到去呢個蔣新津嘅事，咁大家俾佢一次過咁樣將所有嘅黨派當係傻仔咁樣強硬。嗱，我依所講，以我認識啊張建宗嘅局長嘅為人係有得傾嘅。咁老實講，冇得傾就因為佢督導佢嗰個人啦。梁議員，我又要提醒你唔好重複咯。知道，好，第十次發言咯。知道，咁嗱，佢嗰個罪孽，即係佢嗰個過錯咧，就講到嗰度為止啦，即係減佢四個月人工。咁點解會繼續係即係要繼續減佢人工咧？咁樣樣嗱，個原因係咩咧？呢啲咁都係芝麻綠豆之事，在喺呢一個即係特區政府嘅施政嚟講，即係老實講，民生之事，佢就民生無小事。其實民生無小事不可為，佢係加咗兩個字嘅，即係話咧。小事嘅嘢，民生嚟啫嘛，咪唔做啦。但系有件大事啊嘛，主席，身为政务司司长，喺呢一个关于开天辟地香港实行普选政治呢个重大嘅议题上面，又犯错误，点样呢？佢系功高震主，小弟睇得好多嘅。即係政府宣傳嘅文章，即係嗰個影片，我真係未見過一個人係咁。除咗陳方安生自討沒趣，著件紅衫喺呢個回歸典禮嗰度，同佢簽下咗自己嘅死亡證之外，第二個就係林鄭月娥啦。雖然而家冇著紅衫，一個女人帶住兩個男人喺度講就係我林鄭月娥做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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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嗱，我先唔好講佢做得啱唔啱，喺我隔離。范國威議員佢同我嗰幾句私房話，佢話：喂，阿林鄭有冇揾你啊？我話林鄭揾我做咩啫？話明佢好打得噶嘛，我又打得，咁兩敗俱傷，佢梗唔揾我啊，大佬啊！點知我一個左直拳右勾拳打死佢咁點啊？佢話：我最近揾佢啊，佢話唔同我傾啊，新民主同盟話。咁跟住啊，范國威議員就話：喂，佢仲有見其他人喎、啊，喂。一個反對派的政黨，少少政黨，好像我一人政黨，找他去傾，攞得一票就得一票啦。民生無小事，政改都無小黨嘅，係咪？啱啱一票嘅咋？喂，人哋嬲到上門，范國威，即係諗下啊，都係見下你好喎。你話唔見人哋，係咪大枝嘢咧？係咪白爛地咧？嗱主席，如果屬實嘅話，嗱佢今日又唔喺度咁算啦，我話咗即係無謂我哋同事嘅肚皮同埋咽喉為佢而受罪係咪啊？我唔傳佢啦。喂，你咁樣去做你想點啊？中央即係中共啦，叫梁振英做嘢，梁振英未必做到，因為佢就走去第度。咁你要坐陣講到明拍到片就係話失一得個嬲字，咁你去到呢度都仲唔揾人喎、啊？嗱，老實講，一陣間范國威睇完一定落嚟講呢段辛酸史，即係俾一個高官去當佢係草芥。主席，咁樣做嘢得嘅咩？咁樣得嘅咩？係咪？嗱，而家點解講到呢度咧？就係咁講，其實成個秘密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。梁振英做唔到，叫佢去做，佢又做得唔好。嗱，一個做唔到，一個做得唔好咧，係兩回事嚟嘅。嗱，講到呢一度咧，話阿蘇局長嚟啊，係咪佢派你嚟噶？嗱，好簡單，仲有一樣就係 HKTV 嘅事件。作為一個奸臣，一定係要提醒個主人咧，就係話。你前數未找，後數莫傾啊！即係等於咁樣，主席，你我問你借咗5000蚊，我都未還嗰5000蚊，你再攞1萬蚊，你要俾我？通常借錢黨都係還4000，
然後再話哎呀，阿玉成兄，我都借五還四，可唔可以借多10,000咁樣啦？係咪？佢唔係喺呢一個梁振英要做呢、这、一個呢一、这個科技局係咪？即係你嗰個局啦。哎呀，一日講嚟就見到你啦，係咪？呢、这個創新及科技局嘅時候，佢竟然間唔提嘅梁振英就係話個五子聲明，唔係五個人啊，係即係五張紙啊。個五子聲明不能服眾啊嘛，哥。梁振英如果佢真係要嚟到呢一度攞錢去淘汰蘇局長部分嘅職權，即係話整一個創新科技局嘅時候咧，佢一定要攞到我哋嘅信用啊嘛。呢、这、一個你鍾意也好，唔鍾意也好，立法會就係有權去批錢與唔批錢，批例與唔批例，俾你去成立一個新。你而家講緊嘅嘢同你嘅修正案有咩關係？有，因為呢、这個林鄭月娥係有責任，係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去總理成個政務，包括行政同埋政治。我只係講緊政治，而家我諗落去講埋行政先。嗱，呢個行政當然同政治有關啦。嗱，蘇局長，你個局俾人削權，你走嚟呢度講點頂啊哥？你有利益衝突噶嘛？你個局俾人削權，你走嚟講，你又唔係創，你又唔創新到新喎？你係商務及呢、这、一個科技局係咪啊？講句説話都有人送屎俾你嘅，你點搞先？所以其實林鄭月娥就算係唔係親自嚟同我哋講，各位立法會嘅議員，佢應該有呢一個羅范招芬嘅勇氣，就係為咗初頭五師十四九出嚟打頭陣。咁當然今日羅范招芬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咁梗係林鄭月娥嚟做啦，係咪？佢仲要咁樣喎、啊，大細超喎、啊，即係我講范國威的悲慘故事，咁你話嗰票攞唔攞到先？係咪？所以其實在行政上面，他知道有兩大條件。第一個就是特首如果開誠布公，開誠布公這個古話來的，他真的將他當日為什麼不給牌王維基的真相大白於天下，我們當然給錢去啦，因為很簡單，我們怪錯了這個好人，我們對這個政府有恢復信心，原來他是忍辱負重不講，到今日突然間要講出來，就是因為他要開這個創新科技局，你說是不是開誠布公？喂，鄭月娥，喂，林鄭月娥，你提一提他就可以，是不是？你提一提他，那就有機會開到一個局。你行政上面，行政當然跟政治有關，這個就是主席你提了很多次，立法會同行政合法機關同行政機關修復關係。無奈你做了神女，佢係雙王，神女有心而雙王無夢，係咪？只要梁振英嚟到呢一度，再執子之手，唔係同你偕老一齊上講壇，任我哋問你，王維基死得其所。我當然是為了所有的事情，我看到亞視是有發展的機會的，我不給牌是應該的，即刻給票這個創商及科技局。我認為你現在說的跟現在你這個修正案是無關的。為什麼沒有啊？喂，他收人工，他不提這個，他在這個這麼大的開設局的問題上面不提醒自己的主人，自己不這個親自來，而叫一個有利益相衝無能為力的局長嚟開一個新局，喂，這個真係行政上非常之差喎，係咪先？如果你係經濟嘅問題，如果講經濟嘅問題，有呢一個曾俊華係咪講話，喂，如果冇創商及科技局，咁係唔掂嘅。喂 ，C 係統率局噶嘛，係咪？如果經濟就曾俊華，政治就林鄭月娥，係咪？為主帥者。不能夠親臨戰場早唞，如果覺得個戰場太犀利嘅，縮翻一嚿，唔好草木補之變。梁議員，你
的觀點講咗啦，請你唔好再重複。好，咁而家我就即係講唔講啦。咁即係呢件事都即係變咗醜聞。咁又喂，咁林鄭月娥你唔嚟，你都真係犀利喎。咁都我都想講都唔得嗱。咁我算啦，哎，林鄭月娥冇錯啦，咦，冇錯啦，哎，真係做得好啦。哎呀，真係創商及科技局唔關佢事啦。咁仲有一個問題，政改啊嘛，政改委以重任，唔好講范國威嗰筆先啦，係咪先啊？喂！逆暴逆吹，咩叫逆暴逆吹呢？就是一犬吠日，百犬吠聲。同一個芝麻綠豆的京官同場講嘢，無完全在人大裏面排位都排不到的，入呢個英烈祠都不得的人，一錘定音喎。喂，傷了幾多香港人的心啊？何謂一錘定音啊？是不是啊？喂！而家講話要公開諮詢，嗱，主席，一個人最衰咧就幾把尺嘅。開頭咧就話，即係一個諮詢啊，佢而家主持諮詢就完咗啦。開頭就話乜都可以講，後屘又話啊講啲唔講啲，嗱，你哋講嘅嘢我全部如實反映，因為你係香港市民啊嘛，中央聽唔聽我唔理噶，你講得出我咪照錄咯。而家最後屘收皮係乜嘢啊？收得幾差？凡是認為不符合基本法的，我們都不會摘錄在我們的報告那裡。喂，哥，事隔只不過幾個月，開頭的時候就說有文必錄，我是香港的官，不是北京的官，那北香港人講嘢無論錯定對，有文必錄，讓北京能夠聆聽，即係聽到下面講乜嘢。而家喂，由一錘定音，由一個芝麻綠豆嘅官一錘定音，到今日喺諮詢期完之前話俾我聽，喂，梁國雄，你臨尾嗰日講嗰啲公民提名，我係唔會包落去喎。你早啲講啊嘛，哥，我朝頭早去揾你食早餐好過啊，主席。我朝頭早走到嚟喺度遞嘢，佢揾咗個人出嚟，跟住我晏晝聽到就係話，喂，唔計嘅喎，係咪啊？民無信則不立啊嘛，講咗好多次啦，你點可以顛三倒四呢？係咪？第二個講嘅就係林鄭月娥喺成個嘅過程裏面有冇曾經嘗試過？嗱，你唔鍾意我激進，你唔鍾意我激進派咩派都好，長毛唔有長唔見，有毛唔見唔緊要。咁你同阿陳太講下嘢啊嘛，2020同埋呢個十八學者方案。你講下嘢啊嘛，得唔得？計唔計？而家都唔知計唔計啊，哥！即係人哋去完，即係呢個佔中投票輸咗，咁到底你嗰邊入唔入？咪又唔知點搞啊，哥！公帑嚟㗎，主席做咗咁多嘢，咁大場戲拍戲，冚唪唥做到足，講到後尾尾大而不掉。老實講，我都唔知係咪中共叫佢咁做，我諗中共唔應該係咁，因為中共講明張曉明係人都見啦，未揾我就而家，係咪啊？係咪啊？周常明，你為什麼找我？係咪？喂，咁你人哋嗰邊咧就係開嘅大開，你就大合。張曉明話明啦，乜都可以講啊嘛。咁你嗰啲一個張曉明下邊加咗成19級嘅官，就話喂，我唔會講，喂呢、這個中央話唔得嘅嘢，我唔會收入，喂我。主席，請你注意啊！我唔係話乜嘢，係收入由政府支出公帑做嘅諮詢，由我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誠信去保證個諮詢係完備嘅話，突然間唔收入去。喂，我信張曉明定信林鄭月娥先，係咪啊？所以嗱，無論係點樣講都好，本身我就再想再引潮菜咧，引得多就無謂啦，係咪啊？總之係錯啦，而家喂，咁你話我減佢人工有冇錯呢？係咪啊？可以移中留情，但係佢今日唔嚟啊嘛，係咪？我唔減，老實講減得成都係抵佢死啊！人哋話減你人工闊佬懶你，喂，主席，我動議話減你人工啊，你梗係答我啦，長毛。如果唔係我成日叫你出去啊！執行唔到呢個嘅加法啦，我應該唔減人工係咪先？你有做嘢啊嘛？佢冇啊，哥，或者做誒、哎、
其實做嘢都唔係好重要，最衰就係做親都錯啊嘛。咁你做親都錯，我點俾錢你咧？係咪，主席？